隔着玻璃能扫，隔着玻璃能扫吗？一个人。哎，这能看上佛子舍利吧？可以吧？今天能拜到舍利师傅。他是礼拜六、礼拜天是舍利，你要给你算优惠一下师傅，里面啥都贵。这怎么还便宜的？来师傅，给你算便宜的，我们少便宜的。哎，不来就是。哎，人呢？一位。什么？演什么演出？我不看，我不看，我不看演出，我去看那个舍利跟地宫。演出我不看。你买单票就行了，一张啊。来了来了，那么要干啥？给袋子，请进，来坐好。我那边话就是这个。所以你们要进入云南，每个人去比，每个人想。
客户本在我点着呢呀。我们出来再捡吧。
化文物修复，我们叫社会教育。
撞住过。我嫌我撞住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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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由。在您游览过程中，景区为您提供餐饮、住宿、购物等服务。我们这是一个万人广场，小绿吗？六渡桥。那前面三个不远，离它挺远。设有善缘居素斋餐厅。你看着不远，那过去应该有200米吧，100多米吧。应该搞个膜拜其实。景区内设有丰富购物店铺，充分满足您的购物需要。法门寺博文化亲口听声音，跟您不同。咱们请门票仅做一次使用，请妥善保管门票。在您游览现画出一个形象，对，本身它是没有形体的，它是纯体的，没有形体，所以没有形体，就是方便召唤众生，现画出一个画。有超车吗？还有呢，还有的，还是这个能上这个台山主的，就是看一下这个气象员，气象员。车票在哪买的呀？车票在哪买的呀？车票对面，对面，请自行去买票，来看一下票。好。
光，睁不开眼。
我就想知道一个问题，为什么这个寺庙的里面放了一个关羽，放了一个关羽的雕像，这和尚跟关羽是什么关系？请解答。暂时先不用，那上面是什么呀？上面是个佛，还是个佛像，不是佛。直接上去是吧？啊、嗯，谢谢。哎，电梯。电梯不错。我说的是寺庙里面，就我现在在这个寺庙里面。现在的这个就是寺庙里面呀、啊，它里面放了一个关羽的雕像。你不就是和尚吗？你们不都是和尚吗？我问问你们呀，我不是和尚，我不理解呀。
全都是佛祖，各种佛祖，各路神仙。那边的应该可以。禁止通行是这个门写的禁止通行，他这个门不是没写吗？不行，用不了。上不开了啊！这里不是没写吗？
当今世界的朝拜中心，丰富了法门寺在世界国家中的历史。
香都蜡上。年底那个就进去了，我们俩说明了，我都不知道。现在听你前面挺上网的，一整一弄，就是那个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都是晚上滑的，晚上滑有时候八万去就是整啊，还挺好，嗯。钞票捡一下。嗯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这鞋没法穿。没上去呢。你这都，你把一出汗的都灰。你把后面外头放上拉上，清不自己就埋我哈。我也听了。他说情不自禁。下车时请注意脚下安全。下一站，终点站，景区出口。阿嫂，你得过这个。Thank you.
近的游客朋友们，终点站景区出口到了，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，请从车辆右侧下车，下车时请注意脚下安全，感谢您的配合，欢迎您再次乘坐。
加一波。这么些，有啥呢？有啥呢？那谁打车给我干？